以及迪奥全球品牌大使、迪奥全球彩妆及香氛代言人迪丽热巴，欢迎两位。Please stand closer and face to the camera, take a group photo. OK. Thanks, Mr. Olivier. Please take a break. Thank you. See you again. 热巴，我们要再拍几张单人的，麻烦您在那里啊。好。好，来，有请热巴移步到群访的区域接受一个问题。热巴这里停留一下，谢谢。好，谢谢热巴，欢迎你，很高兴再次见到你，要请您手持麦克风跟所有喜欢你的朋友们打个招呼。Hello， 正在收看直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迪丽热巴。好，欢迎热巴啊！那刚才应该已经去逛了一圈展览了，对吧？对。轻视之金大展，你觉得有什么亮点值得跟大家先剧透和推荐一下？我觉得它分为三个展区，然后每一个展区它都有不一样的梦幻之境，所以很希望大家可以多留一点时间，然后细细的去品味跟中国艺术家合作的一些珠宝啊，还有包袋啊，还有时装，包括我们像迪奥真我香水，它是如何从最开始的创作瓶身香调开始，逐一的开始到现在被大家喜爱的真我香水的一个过程。太专业了，而且真的是做足了功课啊！一路其实真我香水的演变也代表了迪奥的匠心精神，是的，是一种生动的诠释。其实我们也看到了热巴身着金色的长裙，好多建筑感的长裙你都有穿。对于金色，你有自己的什么样的理解吗？我觉得金色呢，其实就跟迪奥的一个一直传承的这个品牌的元素一样，它代表了幸运，也代表了不断的创新，然后对着生命有敬畏，并且希望每一个女生都可以做真实的自己，并且可以勇于释放自己的魅力，像热巴一样通过金色在不断的蜕变和生动的演绎当中绽放耀眼的光芒。谢谢谢谢热巴。好，谢谢，像金色的光芒一样勇敢的绽放吧。好的，谢谢。好，谢谢你，展览见。